杰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我的终极魔王大道。好，先就是我这次主要模仿剧里面的人物，先来一下孤战好了。孤战呢，人很高，然后脸很坏，拽拽的一个特性，他站着稍微这样。我现在传终极魔王大道。摸耳朵是一定要的，再次量摸鼻子。这就是孤战啦，有没有？子哥的话呢，就是个唯唯所所的夺命书生，有没有？看似他怎么样清秀无害，可是个夺命书生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其实我也很想帮助庄俊同学。万钧从中二就看到他看到现在，万钧的话呢，其实就是一个眉宇之间，我没有在里面，那就这样，这就是万钧，万钧最强就是这样，超像吧，不然就是这样，啊，万钧就是这样，那玲珑就不用表现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是玲珑，在的话。啊，在的话，还有那哥，啊，我们断肠人，断肠人基本上就是，哎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你非常非常幸运，大肠面线，哈哈哈哈，好笑笑笑，那哥就会有比较口气上的东西。那在的话，最后呢，就给大家带来宝山哥，宝山其实我最近发明，突然觉得学校学的蛮像的。东哥啊，这事情不是这样子的，你不能老是看我跟你有奸情啊，东哥。常被打，好，宝山哥就是这样。其实有机会我还是想演像宝山哥那样的角色的，对，大概就是我对终极一般主要人物的一个观察。It's okay， 没有关系，那我现在处理好不好？要说冷静点，那边不要再吃火锅了，好，再吃下去，我觉得我变金毛。一直在模仿啊！有点尴尬，大家对我认识好像都是睡觉。GTV 综合台每周五晚间9点，终极一班三。